有我们陈老师在，总是这个场面是会生动活泼又有专业。好，接下来时间请交，我们就交给陈董事长陈老师，谢谢。各位主持人先生好，那我们进入我们这一个会的第二个阶段，我们很高兴请到今天的主讲人肖新华教授啊。那这个我每次见到他都要开他一点玩笑啊，这个因为大家一定觉得他是我的学弟，其实我们两个是同一年啊，所以我本来想去请教邱毅委员一点事情，然后现在想先请教，是不是你有问过他？怎么我都不知道，怎么还那么多？那这是真的好，那这个包养方法，等一下再告诉我。现在还请你告诉大家，我们怎么样恢复台湾的经济？好，感谢，谢谢。谢谢，陈教授，我们陈董事长还有彭教授，各位贵宾，各位女士，各位先生，今天很高兴啊，有机会来参加我们第二场的这个思想坦克。那么这个我记得第一次，因为我上三个礼拜在国外，所以这个我也看了这个国内的一些消息。那第一次演讲是陈教授主讲，然后吴荣毅教授主讲，他说这个不要那么文绉绉的。思想智库啊，智库，他说就是这样，坦克就冲冲冲啊！我记得他是这样的啊。那我想这个不过我想这个 tank 这当然是库，就是蓄水池，那么也可以说坦克，这都是要有弹药，都要有石料啊，都要有真的东西啊，才能够进行。那我们知道坦克其实也有弱点，它的那个是道，它这个轮道是最脆弱的。还有呢，你如果没有武器，一个手榴弹就可以把整个坦克是炸掉，只要丢进去。所以我就觉得要能够武装自己。我想这个，那么思想武装是很重要的啊，就是思想武装，然后把我们的正当性发挥到最大啊，不要劝他啊，不要说我们好像没做对事情，所以怎么样怎么样。所以刚刚蔡主席走了，那么我觉得他应该要念之在之一点，不是。不是说我们今天要怎么做了，而是说他不要忘了他曾经执政过八年。今天的反对党不是从来没有执政过的，所以不要只是用国民党在过去八年批评民进党的种种理由，比如说自杀率了，千万不要再讲。自杀率不直接跟政党轮替有关，而且经济的不好也不是只有执政党造成，而是执政党无能去处理。那这些理由国民党都用过了，所以我要奉劝民进党，不要再用任何一个国民党批评民进党用过的理由来，而是用新理由，更有正当性的。那这是今天我要讲的，就是民主倒退、主权出卖这两个理由，是过去国民党是过去民进党八年从来没有做错的。那今天国民党都做错了，我觉得这个才是我们要坦克车里头的弹药，所以用这不要用啊，又有这个人自杀啦，然后大家都容不住的，过去八年也有很多容不住的，所以不要用这个理由。而且不要忘了，民进党是执政过八年的，今天国民党所做的任何措施，民进党都可以说，如果我继续执政，我会怎么做怎么怎么做。就不会有今天这个结局，而不要用很好像就觉得好像不对啊，我们要怎么样而是不是？我觉得是要拿出政策的对策出来，我觉得比较好。第二呢，也不要把责任呢推给全民，说要心灵改造啦，要思想改造啦，民进党无法独立支持啦，我想这个都觉得太谦虚了。我想蔡主席是比较谦虚的人。是因为不是党主席，也不要情绪，所以我是觉得像这个理由就是坦克，我觉得这个是我想要的。另外刚刚讲的还有那个彭教授讲的，就是说那个提到的这个二十政党轮替的事情，我也希望能够做一点发挥。彭教授刚刚也提到了这个，这到底啊，这个国民党的今后会到底是怎么样？我觉得这个七个月
可以看出今后三年有五个月的这个状况，但是我们希望它能够闲来乐马啊，能够让它变成只是三只是四年的差距，这我完全同意。刚刚洪教授讲的，不要变成过去八年只是差距，而是未来这四年只是一个差距，让我们的真正的民主的政党，那个民主的社会的体制能够渐渐它经过一次小感冒、小生病，然后治好。我想这个是。那我想这个过去七个月来，我想刚刚两位这个贵宾都讲的，我们的确出现了危机。这个危机，我想大家都很清楚，而且这一点我要谢谢陈云林。大家想是不是这样？对呀。没有陈云林来，我们今天不会看到马英九的真面目。我没有陈云林来，我们也不会看到国民党的这个老面孔跟旧心态。没有陈云林来，我们也没有看到学生运动再起，我们的年轻人终于动力掉了。我们过去说年轻学生运动没有了，哎，这班青年这个从十一月七号开始来了。那么我们也没有看到，如果没有陈云林要来，这个又来，真的又来，真的来了，我没有看到社运团体又集结在一起。然后如果没有陈云林来，我们也没有看到我们国家主体是这么样的珍贵，我们也不会感受到说我们过去二十多年来，一九八零年以来，透过民主化所建立的台湾自主、台湾国家主体性。是这么样的真，但是呢还蛮脆弱，以为我们有了，结果经不起几句话就给打就给打掉了。刚刚蔡主席提到这点，我同意他，国家主体、国家的主权是可以听得到的，听到什么？听到我们的国号，我们今天听不到。国家主体是可以看得到，我们今天看不到国旗。最近前一阵子说陈云林来，大家有国民党的很多酸溜溜的讲说，你们过去这个反国民党的不喜欢中华民国的国旗，为什么现在突然喜欢呢？我觉得这是无理取闹。国旗如果是我们的，我们不喜欢这个国旗是我们家的事，我们要改掉可以啊。加拿大本来不是也是一大堆英国国旗的旗吗？现在改成一个枫叶，哪一天我要把它改成番薯叶什么？可以吗？那是武当当的代志啊，但是那会干以前天国那是咱的呀，啊我不是国家不欢迎是我的代志，但是一个国家外国的人来，当然还是要还原来的旗。啊，所以这个理由是有的。可是我们看到很多民进党竟然不回答，好像绝对对哦，但是一种不干就算了，这好像是故意做出来给人家看我们喜欢，这个是明明是我们政策讨论的内容嘛。为什么给他竟然可以在圆山桥上就把它拆掉，所以我们也看不到我们的国家。而且呢，国家主权呢是可以用叫，我们今天也不能叫总统了，我们要叫区长，啊，他又有一个先心。我觉得这个你看看，听不到叫不到，当然还没有闻到啊。我不知道国号可不可以，国家主权可不可以闻，也许可以，我还没有闻到。所以这些都让我们看到国家主权在流失，所以民主当然是我们的机会。游行法、学生受到这个在这个国民在这个金华饭店前面发生的事情，整个集邮法受到了钳制啊。那其实这个陈云林来一边让啊，一边控制，让他的走道如果是上走上圆山，这边管制嘛，那边不要管事啊，那这边拿，这边拿，我们说我们不欢迎你，我们要台湾主权，为什么不可以呢？如果我是总统，我就这样做。那方面表示说我对你，我礼遇你可以，但是我要我的人民有权利。